但是半年其实我也是还没有普通人好看，真的就在大街上一共各一百，然后房子是不化妆的话去根本没有人同意啊，实话真的。有什么可好看的？你可以要的。他为什么没想到他自己？没意思。他不是你胖头鱼，我怀疑你胖头鱼。我想在济南，白糖的，等我来看你妈。哎，咱们，我来去一趟济南，那就把孩子给怀上了，给我来看你妈了。还有人还给我们直播嘛？那必须的，行吗？虽然我都我挺爱你们的，一天不见你们我心里都难受，真的，都骂。但是的话，我觉得还是我的孩子比较重要。我是不能跟你们见面的，这样子的话，真的是。